我是你们可爱的小辣椒，更多推荐请关注公众号体育财经。今日小辣椒给大家带来第二场分析 NBA 篮网对战猛龙，评论区可留言你们看好的推荐，猜对私信我领取红包哟。篮网是一支值得敬佩的球队，虽然他们队中有多达八名球员缺阵，但仍在排位赛中打出了5胜3负的佳绩，目前排名东部第7的位置。猛龙则是一支主打团队篮球的球队，在伦纳德没有更替德罗赞之前，他们也一直都是东部的强队，打到季后赛关键场次，没有一个能够一锤定音的超级巨星。本场比赛开出客让9.5分，两队本赛季交手4次，猛龙取胜3次，在实力上明显占优，卫冕冠军也有望取得开门红。本场推荐猛龙减9.5。想要获取其他赛事推荐吗？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体育财经，或者微博搜索辣椒足球推荐获取推单。